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个群就很奇怪啊，为什么要有个哥哥爱你群？你们的，磕到了，磕到了。关注更美 APP， 红人面对面的小仙女们，你们好，我是汪卓成，在《陈情令》中饰演舅舅江城。题最多，颜值最高的剧。江城好惨一男，路线真皮，世界太温柔。江城这个角色对我来说还挺有魅力的，就比如说他不太会用自己的言语去表达自己心里的感情，我觉得这应该是他的一个问题吧。如果能把一些心里想说的话都说出来，可能我觉得会过得更好一些。之前有想过演薛洋，他可能有怪罪他，但他肯定不会有恨。我想一想，好像没有说过了。魏无羡，你耳朵长毛了吗？魏无羡，你干嘛老纠缠着人家蓝湛啊？人家不喜欢你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开玩笑？那铁道烫死你！魏无羡吧，李怀桑，香橙。不在了，因为他们把我加进来的第一天我就退群了，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个群就很奇怪啊，为什么要有个哥哥爱你群？第一印象帅，真的就直观的帅，然后人很和蔼可亲。小战，其实真的很多，我觉得其实最多的就是那个，哎，我最不想看见的那个，我要饭回来了。自己的，开心就好喽。其实我也挺喜欢看这些表情包的，因为真的太好笑了。我现在有一天我笑了20多分钟。嗯，问你啊，你凭什么叫我憨憨？你也是憨憨呀。磕到我知道，就是，嗯，磕到了，磕到了。我是科目二没有过，考了2次没有过，但当时练习的时候教练都说我是练的最好的一个，真的大家都会觉得我肯定一次就过，但每次一考就挂我。考试结束，成绩不合格。54号考生，你坐在副驾驶干什么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真的。然后教练就很无语，你不是说你控制住的吗？不是说没问题吗？但我说一个技能，你们不要打我好不好？我怎么吃都吃不胖。你魔力转圈圈，想你想到心花怒放，黑夜白天。我想起来，他们肯定又是在开我玩笑，是我哪儿被蚊子咬了一个包啊？他们说，江城你怎么鼓起来了呀？我说你们别看好不好？他们两个人就这样，两个人超幼稚，我觉得比我还幼稚。超幼稚二人组。谁呀、啊？我打给谁呀、啊？打给魏无羡。七分吧，我也不知道，你们说眼睛吧，好不好？我还没想出来，没大眼。都好看，都好看，大家都好看，大家的眼睛真的都好看。只要我不承认，你们就不知道求生欲多强。金光瑶，我有一天看到闭眼睛那个睫毛，特别长，特别浓。右眼。然后左眼，左眼，哦，这右眼。有，我减了20斤，超夸张。其实不止我，像那个海宽、蓝曦臣的扮演者，也跟我差不多，也瘦了20-30斤吧，得有。啊，这个我从来没有做过，天生牙齐。不开眉眼，抱歉，我真的不开眼睛。
江城要求真的应该还挺高的。首先武功不能太高，修为不能太高，然后家世要好，对我还要对阿玲好，肯定要温柔贤惠，要抑制她的性格还有脾气来。像我的话，我就温柔一点，体贴一点，对我还有对我妈妈好就行了。特别狠的那种的，好吧，说了。哎，怎么？其实我觉得胖也挺好的呀。正在减肥的猪猪女孩们，希望你们能就是健康的减肥。但我觉得其实还是开心最重要，又不是吃不起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减肥？这又不是吃不起。